这一题是看那个天文单位的，天文单位是光轴500秒，所以我们叫500光秒。那秒差距的话是 3.26 光年，所以、距离最长的应该是光年、哦、那个秒差距最长，再来是光年、哦、那天文单位因为它是算秒的、哦、所以它距离是比较短，所以是秒差距，再来光年，再来天文单位，就秒差距、光年、天文单位。